各位观众午安，欢迎您收看涨跌密码，我是蔡尤达。台股今天下跌三百五十二点，收在一四九二六，万五大关没有站回，成交量为两千零九十三亿元。盘是如何分析呢？现场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专家，首先是大宇国际投顾张雨明分析师，大家好，投资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是陈奕群分析师，大家午安，大家好。好，盘面上的观察，先来请教张雨明老师。好的，今天几个重点，第一个台股的大盘跌破万五的观点。 台积电也跌破了五百块的重要关卡啊，台币贬值到三十点三元。我想这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讯讯息，当然也造成了台股的重挫。那未来的行情怎么研判？我想最近你绝对没有听到张爱民跟你说大盘要往上没有问题，我绝对没有这样讲。我跟大家讲，大盘的上档压力重重，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好，先看这个，这个是元大台啊，零零五零，零零五零这一段跌了将近三成。 反弹之后，哎、欸，今天又跳空往下跌了。好，那到底这里有什么问题？你要先把它搞清楚啊。那有什么差别？有啊，它涨上一波来啊，但是你没有跑啊，又吐回去了。所以股价操作有它的难度了哈。是是不是一张不卖，好运自来，抱着等涨三成、涨五成啊？那还是说你不卖，赚、哎、了又吐回去了？如果赚的又吐回去了，你不卖，那不就太可惜了？所以你要先搞清楚，到底这个盘是万里无云。 要往上冲到两万点啊！你可以一张不卖，还是它只是短线反弹？你要趁反弹赶快把它卖掉，不然你赚了再吐回去啊！那当然我的研判是这个了哈，你一张不卖，赚了又吐回去了哈。好，为什么这样来研判？我们看零零五零，你一般看的是这样的 K 线，你看不到涨跌的密码，你也看不到压力在哪里。来，我们看,看这个，好，目前在这里一六。 那请往上压力大不大？哇，天呐，一二三四五六七，因为太密集，数不大清楚，一大堆卖出去，那挡在这里，所以当它股价往上攻的时候，它要怎么样？碰到重大的一个压力区，重大敌人在那里？要怎么样？跳空突破，展现多头气图心。第二个拉长红棒没关系，开平也可以，开低也可以，拉长红棒展现多头气图心啊，用这两种方式来突破压力。那如果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有吗？没有啊，没有就是没有啊，所以压力有没有突破？没有突破，懂意思吗？所以你要看得懂啊。那目前三线又破两线了，早就破两线了哈，卖出去号早就出现了，所以这个问题当然是很严重啊，所以我才跟大家讲的啊，你不要一张不卖，好运自来。我跟你讲，现在是你一张不卖，赚了再吐回去啊，这样懂意思吗？那是差别很大的哈。好，大盘的格局，我们看到这里一条季线，一条月线，月线投资们啊，季线在这里，那有什么问题？ 你看这第一个，这两个什么问题？月线目前往下，季线也往下，季线、月线两条同时往下了，好不好？当然不好。这一波碰到什么？碰到月线的压力，碰到季线的一个压力被打回来，有没有看到？往上攻击的时候，季线是往下的哦，它一直都在往下哦，有没有？从高点这里开始，哇，季线怎么一直往下？粉红色这一条到现在还没有改变呢、啊。所以当季线一直往下的时候，股价碰到季线。 或者是万一突破界限，对不起，通通站在卖方啊。葛兰碧八大法则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这时候你去追，那绝对是不对的，懂意思吗？所以这时候你要看得懂葛兰碧八大法则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了，我们把它叫出来给大家啊，比胖起来了哈，不要说都没有讲啊，都没有讲来我们看一下所谓的葛兰碧八大法则哈。 我们来看一下葛兰碧八大法则。哎呀，怎么看一下葛兰碧八大法则？奇怪，怎么看不到呢？来，葛兰碧八大法则。等一下好了哈，这暂时找不到啊。这个来，手机给我好了，用手机看好了，因为这里真的是看不到了哈。好，葛兰碧八大法则怎么研判？来，我们这图把它叫出来。来，在这里，在这里，图要稍微小一点啊，没办法用手机看来。好，葛兰碧八大法则，好。 那我们看葛兰碧八大法则，投资者朋友，这里叫空头，基线往下的时候，研究上当然就是空头了。当碰到什么，碰到基线，或者是突破基线，投资者朋友，通通要站在卖方啊。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站上也好，突破也好，投资朋友，通通碰到也好，突破啊，通通要站在卖方。这是葛兰碧八大法则啊，这个每一个分析师都要知道的啊，最简单、最基础的啊，就像二加三等于五，5, 你不知道二加三等于五，5, 你怎么算数学啊？ 这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操作逻辑，可是很多人没有遵守啊，所以这一波怎么样造成这一次的受伤啊？当然就是啊，这个没办法了哈。所以我们说这里面讲很清楚。那我们说季线怎么样？从高点下来几个月前呢，都一直往下，有改变过吗？从来没有改变啊。所以当碰到季线的时候啊，怎么样、啊？站在卖方啊，碰到的时候接近的时候都要站在卖方啊。这碰到站上一点点一样，都要站在卖方。所以目前很简单，碰到季线站上季线都要站在卖方。 那我想，我把今天讲得很清楚了，啊，张爱民，你为什么最近都没有鼓吹大家啊，去尽量去买？都说大盘压力很重，啊，就这样研判啊。我这个都之前就讲了，我不是没有讲，有没有？大盘目前四条均线、年线、半年线、季线、月线，今天月线也开始往下，通通往下，四条均线、均线都往下，你看这个压力有多严重？这个重到没办法想象的重。张爱民，你有讲吗？有啊，有啊，这前天讲过啦、啊，大盘空间不大，甚至会往下修正。 讲的很清楚了，在涨我就跟你这样讲哈，少数个股而已啊，就升技股嘛哈。好，直接跳过年底了，因为年底不会多好了啊，只是看到明年好的股票啊，可能升绩有机会就升绩在涨而已，所以事前抢钱速度很快啊，你不要一一站不卖好运自来啊，暴夜九零越多没有，不是这样了哈。好，这下面有没有跟你讲过？这都是之前都讲了，我再讲一遍，这都不是今天讲，这都讲过了哈。半导体、I 设计、晶片、面板。 N B 啊，第一轮手机、消费电子、运动鞋等等，通通怎么样？库存压力非常非常严重，啊，我已经讲了很多次的，不是今天才讲。稍微有机会的药品，第一个就是药品嘛，对不对？第二个呢，汽车电池，车用里面只有电池比较有机会而已哈、哦。低轨卫星啊，还有光纤的部分、六 G 的部分等等，啊，这是目前值得有机会的。有机会不代表一定会，啊，所以张爱民跟你讲这个都不对的。 说你去买这些消费电子啦、半导体啦、IC 设计啦，买金配，买记忆体、买面板、买 NB 啊、买手机啊、买消费电池都不对，已经讲很清楚了，库存问题太严重了，加上景气又不好，啊，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张明最近解反正什么时候跟你说好行啊，多好多好，没有，就跟你讲问题一大堆嘛，最重要是库存两个字嘛，哈，好不好？好，那我们这大盘来，有没有讲这前几天的图卡？有啊，这个很严重啊，不是三条均线压在上面吗？ 连季线都没有突破啊，急什么？年线、半年线、季线在这里啊，这都是往下的嘛，三条线都往下，那你怎么会看到两万点呢？有这种技术分析吗？<laughs> 如果有，那叫鬼扯，没有这种东西了，好不好？好，前面之前有什么？有六个死亡交叉，所以我们跟你讲，大盘的压力非常沉重，就在这里哈。好，这张图，哇，现在我跟你讲过呢、欸，高点就可以两步跌到这里，跟你讲，你打大盘。 啊，再打九九九就会看到这个画面，有没有？在这里出现很多卖出去，那我就跟你讲，八月二十二我就跟你讲，这格局有问题了，有没有？好好，待待会再提这个了，好好。那我们说每档股票架构都不一样，你要看得懂，架构看不懂，投资朋友你就没办法研判啊。所以大盘压力非常沉重，张爱敏也有讲了，真的有讲吗？我们把它叫出来一下哈，来，有啊，这里来，有没有？有啊，这里有讲了，这里是八月二十二啊，电视画面在这里啊，有没有？这是八月二十二。 八月十号我就跟你讲，这个跌破了，就这张图啊，有吗？上档数据好多卖出讯号了，都有讲啊，不是今天跌下来在马后炮了啊，所以我的客户当然就很小心啊，我不会随便去买多单，要我直接买升计而已，其他我不会乱做多了哈。好，那我们再看到这张图，我们说这五档电子股占大盘的百分之三七，占电子股百分之六十，那请问这五档的影响大不大？你要做股票，你连这五档影响大盘那么大？ 电子股比重这么高，你又不知道，这这五档影响电子股六成，大盘三七拍。所以这五档如果没有翻多，那大盘要涨去哪里？它不可能涨啊，懂意思吗？所以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都没有人告诉你，那你之前看的解盘是鬼扯了，懂意思吗？哈，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这五档来，最重要看什么？看它架构对不对？架构如果不对，就不会涨。来，联电对不对？当然不对啊，这么多卖出去，那怎么会对？可是卖出去也不是今天出现啊，出现很久了、啊。 所以大盘跌下来，连电这样跌下来，对不对？当然对呀、啊，这格局完全都不对嘛，哈。好，第二个台积电，台积电跌了百分之三七，最低点，好反弹上来，你看前天出现两个卖出讯号了，这不是啊，这没跟你讲，张明早就跟你讲啊，台积电格局还是不对啊，小心啊，这压力跟零点五一样也没有克服嘛，所以我们说这個格局是有问题的哈。好，联发科哇，压力也是很沉重啊，涨上来一样碰到这个压力区，没办法突破。 啊，最近又出现两个卖出讯所说这格局不对了，高点怎么跌下来了？一大堆卖出讯号，三线转空跌下来了吗？你看不就这样吗？所以你看这半年来，应该从二零二二年开始到现在，在亚敏跟你解盘都是很保守的。什么时候跟你讲啊？台积电要大涨啊，联发科要大涨啊，这个联电要大涨，绝对没有哈，好不好？好，大立光相对是比较好，因为它变涨一段。 但是啊，大概一个礼拜前出现卖出去号，三线又破两线，所以这格局也不正不正确的哈。红海这格局也不是很正确，因为压力一直没有突破啊，突破并没有用长红半或跳空，都是走碎步，所以我们说研判它就不会太好。那今天要出现三线跌破啊，这格局就完全不对了。所以我们刚刚看完五档重要圈之股啊，包含刚讲的这个红海周线也不对了哈、啊，我这上也提醒过了，這支线对周线是完全不对，因为周线还在空方。所以我们看完之后跟大家讲，这五档重要电子股。 有没有对？没有，那、啊、没有对，你急什么？大盘怎么可能涨上去，然后涨到两万点？那是不可能的嘛！哈，这样懂意思的吗？好好，大盘的格局我们来看九九九，99, 对不对？当然不对啊！什么时候不对？早就不对啦、啊。这张是八月二十二，好，电视解盘也讲过，八月二十跟你讲，这格局不对了哈。好，今天我们再看看,看刚刚讲的啊，对不对？不对啊，日线也是不对啊，懂意思吗？好，钢铁股呢，四月十八出现卖出讯号之后，就再次没有好日子过了。 跌到现在，低档开始在整理，诶、欸、感觉上有买进需要出现了，可是没有长红棒，也没有跳空，所以它还没有脱离低档的盘整区，哈，好不好？金融股也是一样，类似啊，低档有几个买进需要出现，可是啊，怎么样，它还没有跳空，也没有长红棒，所以这格局目前还是不是很健康哈，第二线跌破，第三线也在临走附近，啊，从四月十三就开始转落，到今天，好不好？好，橡胶股做什么？你看，哇，天哪，压力这么沉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不清的卖出讯号，数不清的压力在这里盘整。 这就是一个铁板区啦，焦灼区啦，懂意思吗？上不去，下不来啊！这边焦灼，下面有买进讯号比较少，上面卖出去那非常多，所以这股票压力还是非常沉重。所以你去买二一开头股票，你是没有赚头的啦，懂意思吗？好，汽车类股跟刚刚的橡胶有点类似，这在低档整理。汽车呢，稍微好一点，在高档整理，可是高档整理更不好，为什么？因为啊，代表上不去的涨一波再整理，通常都上不去，就是要下来的。这样懂意思吗？跌一波。 在整理，通常有机会上去，可是有机会上这个卖压又比买进多，买进才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卖压哇天哪十几个，所以这个压力非常沉重，你看就知道这格局就是不行。那什么时候才可以介入？很简单，看它跳空。 带量长红棒突破压力就可以，那如果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就不要等，懂吗？就这么简单。来，电子股大家最关心的，目前上面出现两个卖出讯号了，三线要破两线了，为什么跌下来？哦，原来如此，看到了吗？这一段反弹为什么涨不上去？因为碰到压力区，没有跳空或长红棒突破，再出现卖出讯号，这个格局就不对了哈。好，航运股呢，高档一样，来出现卖出讯号，三零十六到现在都不对。 今天是三月十六吗？四月十六，五月十六，六月十六，七月十六，八月十六。同志们今天都已经八月底了，八月二十九了。所以你看这五个半月，你去买行业股，你会赚到钱吗？不好意思啊，先赔四成再说了。看到了吗？所以是不是很简单、很明了就看得懂？了。这五个半月什么时候在你跟你说行业股好？没有，一定不会讲的。行业类股是有问题的哈，这样你看懂吗？这格局是不对的哈。好，长隆不是赚很多钱吗？ 上半年 EPS 三十八块，那股价为什么都不会涨？啊，你告诉我怎么涨？看到了吗？它不是跌五成给你看了吗？怎么涨？啊，所以上半年赚了三百啊，赚了八百亿也没有用，这格局是不对的哈。来，为什么看股权系统更明显啊？三六十六出现卖出去了，到现在格局都还不对，所以你去买它是没有用的。这样听懂吗？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啊，所以很多人都迷失方向，张爱民不会迷失方向哈。好，杨敏也是一样，这格局完全不对。三月二十五转空到现在，好，万海三月八号转空到现在更糟糕，卖出讯号跌那么深哦，还一大堆卖出讯号，你有看到吗？有啊，在这里，所以这个不能买啊，懂意思吗？你买进去也没有用啊，门口太多敌人，他没办法往上攻击啊。这样懂意思吗？哈，好不好？好，曾经有多少人对股价喊冤，现在有人在为航运股喊冤啊，我觉得是。<laughs> 白忙一场啊！自己乱喊多丢脸的哈，懂意思吗？只会帮韩运股喊冤，其实很多人帮韩运股喊冤呢、啊。那有没有用？一张不卖，好运自来，好个头啦。股价跌的乱七八糟了哈，一张不卖，奇迹自来，有奇迹吗？股价跌的跟猪头一样哪、啊、还奇迹呀、啊？那如果买进去，不是股价都赔五成了？啊，所以没有必要帮他喊冤呢、啊。股票自然就会产生啊，这个自然的一个市场反应啊，当未来不看了，股价自然就跌下来了。 过去赚多少钱都没有用，哈，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哈。好，张爱民，我们早都跟你讲，去年七月就跟你讲了，韩股抗冷有悔，即将倚天屠龙，全台湾除了我，没有人敢讲这张图。当时韩股涨半天了，啊，七月份最高点涨半天了，没有人不看好韩股，每个都拼命买，最后呢，只有张爱民跟你讲，韩股抗冷有悔，要开始倚天屠龙了。这七月二十号电视画面啊，了不起哈，这只是这个啊。 爱因斯坦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张爱敏：「你为什么要说航运股抗游回？要与天屠龙？爱因斯坦讲了，所有一切问题答案都在更高层次。当你站上更高层次，你就会看到一切的答案，而且很自然就看到，也不用有什么好讶异的哈。人对，观念对，工具对，财富都在来的路上。人不对，观念不对，工具不对，财富都在往别人的路上哈。反过来讲，懂意思吗？航运股上半年赚五千多亿，为什么股价大跌？对呀、啊，股价往下跌四成，为什么？ 散装航运杀生器，诶、欸，你怎么都没有看到这个？你放心啦、啊，你有人带你们航运股，他不会把这個给你看，啊。给你看就被你骂啦。哎、啊、呀，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卖？对不对啊？啊，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卖？你都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对不对？因为你买了航运股嘛，所以你老师不会跟你讲这个消息，你老师不会跟你讲，跟你讲你就要骂他了，你老师都不会跟你讲。 去年七月到现在已经跌五成的航运内股啊，多少主力大户都已经吃归零高了。他也不会跟你讲美西、美东的这些啊指数都已经掉的乱七八糟了，他会跟你讲吗？他当然不会跟你讲啊。所以航运股为什么跌，你知道了吗？好不好？很简单哈。好，南电对不对？A、B、F 三档股票这一段叠加七成，这样你看懂了吗？原来都在空头格局，目前呢打底阶段啊，还没有很漂亮，还打底阶段而已。锦数，对不起。 还是压力非常沉重，虽然跌那么深，还是压力非常沉重。这比刚刚那个蓝电多太多了哈。七星也是一样，压力还是非常沉重。所以，我们说 A、B、F 三档股票是不是要大涨了？对不起，这班车我还没有看到它开过来，好不好？好，A、B、F 三雄从一月到七月，现在八月下旬了哈。一月到七月总共成交量、成交值哈，一一兆六千四百九十五亿啊，这样有多大的量套在这里？有多少法人？多少大户？多少头信？ 啊，的资金买在里面，最后啊吃龟苓膏。一旦股票跌起，成，你看会怎样？你要融资买进呢，早就断头不知道几次了，对不对？所以 A、B、F 三档股票不晓得坑死多少人。二零二二年，啊，今年不晓得坑死多少人，坑在 A、B、F 三档股票里面哈。很庆幸我们都没有赔到这股票，而且还赚很多放空的钱哈。好，小老鼠 A 二五零零六九九九，这是我带的 A D 码，你可以搜寻加入。有任何问题发上来，记得留下电话，在里面快速回答你。先交给佑达。 好，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回来继续请张老师帮大家来分析。四千个英文单词，高一程度的文法、听、听绘话以及翻译写作。I can teach you better。欢迎您回到涨跌密码，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今年二零二二年是坎坷的一年，很多投资朋友在股市里面都摔了大跟斗。那我相信，如果你有听我解盘，你有按照交代的方向去做，你今天应该是不会受什么伤啊。但是很多人都把方向都搞错了啊，最后当然受到很大的伤害啊。未来这三个月其实剩下没几天了，四个月了哈，八月快结束了，今年二十九，到礼拜三八月份就结束了，剩下几个月，九、十、十一、十二，剩下三分之一了。二零二二年三分之一已经过去了。 很多人是灰头土脸，啊，最后这四个月，最后这三分之一有没有机会让你能够啊，把过去输掉的钱能够赢回来？我想如果有唯一的机会，那可能就在生技股而已啊。那怎么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大家再说明好了哈。好，我们先说台湾电子业的发展。台湾电子业发展是由蒋经国啊这个在的时候制定这个政策啊，叫行政院长孙英璇啊这个经济部长赵东去推广啊。当时孙英璇把张忠谋。 啊，从德意找回来啊，任工研院的这个院长啊，后来创立了台积电啊，开始啊展开我们台湾电子业的一个辉、啊、煌灿烂的时代啊，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段过往啊。如果当时没有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电子股可以玩，台湾也没有什么富国神山呐、啊，懂意思吗？哈，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发结果迈入，现在开始要迈入什么啊？现在开始要迈入生技的，懂意思吗？哈、啊，下一个时代就是生技里面的医药代工啊，生技跟医药代工。 啊，都是整个未来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啊，就像在一九八六年刚刚台积电创立那时候的一个龙井是未来是一样的哈。好，新闻报道了，哎，昨天礼拜六啊，礼拜天的新闻我看到这个报道，报道什么？报道九年啊，这个报道这个啊，这个并购案哈，报道这个这个宝瑞的一个并并购案哈。好，这个九九年六起并购案让宝瑞啊迅速崛起啊，这新闻报出来了，同志们有？ 这新闻我不是礼拜五就解盘就讲了吗？有没有讲这个啊？九年并购六家公司啊，效益良好啊，有啊。电视画面在这里啊，这当时九礼拜五我的解盘画面有没有？就这张图嘛，九年并购六家公司，就这个嘛，每年都赚钱啊，每年都配息，不容易哦。五年平均的配息是三块三，生计里面让人家诟病什么？量少了，没赚钱的，营收少了。结果你发现在保瑞里面好像都没有，这五年每年都赚钱，哎、欸，不容易哦。 每年这五年平均股利三块三，哎，不容易哦，啊，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新闻礼拜天的时候我就看到它报了出来哈，啊，宝瑞啊讲到这个九年变了六家公司，我礼拜五就讲了，对不对？礼拜五的电视画面啊，所以股价涨起来很简单，记者都会找利多了，那可能看我节目，所以他就跟着这样报了哈、啊。那我们说 CDMO 啊，就是所谓的医药外包生产啊，研发生产啊，就是包含医药啦，包含药物啦，包含疫苗啦，包含针剂等等，这是未来。 台湾的啊，就像当时的电子业一样，未来台湾的另外一个方向啊，就是所谓的 CDMO 啊，就生技股里面的 CDMO 非常重要哈。CDMO 商机在哪里？自己看，时间不够，我就不多说了哈。这未来来讲是非非常重要这一块，就像晶圆代工，就像台积电一样，所谓的啊这个 CDMO 代工，生技股的新药开发的代工，因为新药开发大概要十年嘛啊，啊，那你能让能够省时省力。 啊，大厂又会跟你合作，就是你做 C D M O，就是医药代工。大厂呢，大厂专心做新药开发，抢一下专利权就可以的。抢抢完专利权，把配方给你，你就是代工厂，帮他代工新药。这样懂意思吗？啊，这是我们台湾下一个重要的产业哈，C D M O 所谓医药代工。所以我们谁是下一个台积电？医药界的台积电，就所谓的 C D M O 厂。那我已經跟大讲过了，就是宝瑞嘛哈。来，药物开发它有。 重要流程，一个搞都快十年了哈。第一阶段是没有，还没有办法介入了哈。第一阶段药物发现，第二阶段开始就有了哈。那因为它刚刚开始，第二阶段以后它可能就有十万美元的规模。第二、第三阶段是有百万美元的规模。最后，如果药药物开发完成，有千万美元甚至亿万美元的规模啊。那我们说从新药开始临床实验啊，你要开始给病人吃，那当然要有药啊，你不然你没药怎么给病人吃？那时候就有 CDMO 可以介入了哈，因为它开始有。 这个机会可以介入，所以时间非常长啊，可能可以搞个八到十年哈。好，那我们 CDM 相关的股票，第一个就宝瑞啊，就是我刚讲礼拜礼拜天新闻报道的哈，台康生郭台铭入股五十亿。那除了郭台铭入股五十亿之外，还有谁入股？红海集团的啊，这个二三五四，他也入股了二十五亿，这是以公司名义入股。郭台铭是以个人名义入股啊，个人拿钱出来更不容易哈，所以这两家公司最值得注意的。那其他还有一些啊，像这个。 啊，K Y 我就不碰哈、啊，啊，这我已经讲过了哈、啊。那永兴是比较小一点，啊，那这个规模我觉得还不够大。最两最重要是这两个，所以你要看懂它。你今天看懂它，未来你会非常的开心哈、啊。来，那我们就台湾首富郭台铭三部曲，第一个阶段当然做模具、做代工，介入啊手机代工，对不对？好，他赚了很多钱，变成台湾首富。现在做什么？建电动车代工，他开始发展电动车啊，做电动车代工，你规格给我。 啊，只有你贴牌上就可以了，一台电动车就给你了。好，做电动车代工，未来做什么？就是医药代工。我刚刚讲，他台钢生个人投资五十亿，哈，那个二三五四啊，投资二十五亿啊，就是医药代工。所以这个未来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哈，懂意思吗？哈，一般投资人对这个医药有什么啊？升级啦，不是升级，升级股有什么诟病？就没有获利啊，这个营收又少啦，这个量。 成交量很少，懂意思吗？那有有这种问题吗？第一个，你看它六年每年都配息耶，每年都赚钱耶，所以就这个宝、啊、瑞来讲，它没有这个问题耶，投资人不用诟病哎，因为它都有哈。你看每年都赚钱了、喔，不容易哈、喔。还有第二个什么？营收很少，哎，即将有百亿的升级 c d m 厂就要诞生了，在明年要诞生，这谁？就是宝瑞嘛哈，懂意思吗？因为它并了最后一个并了一个安城，安城的营收六十亿，那目前大概宝瑞的规模四十亿。 啊，加起来都超过一百亿了，所以我们说明年开始可能会有百亿营收的升级系列模厂的诞生，哇，这不得了，这对台湾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了哈，好不好？好，还有什么量很少？来，量会很少嘛？时间不够了哈。台银股刚大涨二十五倍，刚开始也没有量啊，啊，后来就涨上来就有量了，所以你放心，股价涨上来就有量，好不好？时间的关系了哈。好，二五零零六九九九，这是我带你可一收讯，加入有问题发生，来记得留下电话，在明会快速回答你，时间交给右打。 好，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本公司一所推介分析之别有家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且自负投资风险。祝您操作顺利，我们再会。